祈祷，教你道解，是不是要去不舍得？缘分让我们那门去看，让我们再春光，我的温柔要发亮，特别发亮，朝着我唱街。让他去非洲，这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地方了、啊。然后他真的是一个才女哦，所以听说只要去非洲回来就是当会长。因为修女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是辅大数学系毕业的，不简单。然后他们家里只有他是天主教徒，他是来辅大认识修女才受洗的。而且他们家是唯一的女儿，因为我带着哥哥嘛，对，然后真的不简单。然后但是他发大愿的时候，他有分享说，哦，他的哥哥啊，每一年都不知道他住哪里，有时候住南部，有时候住北部，所以每一年的电话真的不一样。所以详细内容，刚刚秀敏在教堂可能分享的不够了，我再请秀敏讲个两三句话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因为其实我刚刚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谢，我刚刚一直都没有想到，可是慢慢的就浮出来了。刚才我们林修女啊，林修女是我的初学导师，那这个礼拜才刚从新竹调上来，然后今天她第一次来沙鹿月堂弥撒，她跟我说，这个堂区很多年轻人很有生命力哦，我们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？好，越来越好。那我也想到说，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投入跟帮忙。那比方说像，我又想到了我们之前一起筹备那个圣诞的戏剧，那时候
几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下来，哦，比方说像阿吉呀，哦，他就二话不说，小朋友的衣服、租衣服的钱我来付，然后很多的妈妈就帮忙，就是照顾小孩子化妆啊、换衣服啊，然后呢，就是都聊我来，哦，就是大家都会一起下来，然后像这样的活动，跟他一起做的时候。天主也都会在里面，然后还记得跟你们一起游街，好，这个一个人不敢做，两个人不敢做，可是我们一群人就很有力量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虽然我是诸圣三通公，真的我会非常的想念你们，给我一个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，主持人。